暌违两年再度来台，始源最想念的还是鼎旺。Super Junior 到高雄举办 Fan Party， 成员们也各自向台湾 Elf 甜蜜喊话。最早抵台的龟贤发出多张观光照片，写着下雨天了怎么办，我好想你。这句南拳妈妈经典的下雨天歌词让粉丝相当兴奋。同样懂玩的还有艺生，上传了在高雄咖啡厅和猫咪的合影。东海则发出粉丝准备的惊喜，以拼音表示东海到了，大家明天见，还分享自己到高雄不忘健身。利特则在入境时记录接机的粉丝，对大家表达感谢。而同样宠粉的还有银赫，拍下粉丝准备的应援并甜喊老婆。此外引起讨论的还有小分队 LSS 利特神童始源，三人一结束速 up 营房录制，就穿着紫色格纹打歌服直奔机场，还直接在机场热舞。活泼表现和一旁的艺生银赫东海形成强烈对比，银赫事后也转发照片，都去得要五代 idol LSS 加油。老少年这回来台演唱会还没开始就有超高讨论度，也让 Elf 更期待能和哥哥们度过一段美好时光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